湾呢，想听上台湾，也是关心台湾未来的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有真少欢喜，看到这么多台湾人哦来到这，因为都为了都是赶快目标，就是来2023嘛。对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世间哦，比赢搁较好的代志就是啥？是继续赢，对不？所以2024就对安怎？对。今仔日有啊，但我甲跟你讲一寡规矩吼，咱会管今仔日，我想你规矩啦吼，你若是会晓画就画吼，口号哦，要喊越大声越好。好，我卖好，迄个南京听到，我卖好，迄个纽约听到，北加州卖听到，台湾2300万人卖听到，咱都成英雄了。中国卖听到，中国上，你上敏感。好，安尼，今仔日我想要介绍好一个咱大洛杉矶信赖台湾自由会的共同召集人，就是咱洛杉矶著名的名嘴林佑松医师。今仔日，我无要叫讲各位乡亲，我要讲各位海外选民大家好。就是安怎，因为每个在座每一个，今仔日听乡亲尔，恁拢是2024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民。你若唔知影，讲我敢会当选？你若按台湾串，你有哪个算？所以你若唔知影，你打去民进党嘅办公室，你啊伊来咧讲，你安怎做？安尼好无？大家拢讲安尼好。大家拢讲，啊，去年期中考，啊，输遐济，总统奥邦，谁啊有？你讲比我听，啊输了就是变老古。去年谁爱输？去年爱输？啊，你咪是讲变出来？站一点，民进党无够团结结了，无方提名，无认真去到处选，上大理由就啥呢？你选出十张理由，你家己无够团结，所以这边若团结就赢，我今日。真欢喜，我感觉海外乡亲拢听出来，看到这个场面，在这个普通时无啥看到，今仔日拢来，因为上爱可爱就是海外乡亲，大家拢有在关心，在上爱重要的场合，拢会听出来，拢在听，所以按这边那团结，就是一定赢。上惊无团结尔。好，即卖我今日咧要报告重要代志，我咧总召集人，你迄个单文章来讲就好啊。我向大家报告讲，今即卖全世界奥运会有成立几个？你敢知几个？你唔知，所以即需要我跟人讲，因为你拢唔知。来 ，next。好来，啊！即个我常常叫讲你拢爽，但我无爽了。你拢爽就是你拢爽，我希望今日我蛮爽就对啦。来 ，next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，在4月15号就因为只有一个人，本来要团结国会党，因为无人他们老前面算初选，所以自然提早是4月15号。你若要看。大清一个演讲，后壁即个伫 YouTube 顶悬，今日就无爱讲遐济啊。你大家去听十几分钟，伊讲伊要做总统，伊个理念是安怎？今日你讲无爱浪费家己时间吼，因为后壁足侪名嘴伫甲人讲。4月15号，了，伫台湾，伊讲伊伫要伫伊个起家厝，伊个起家厝就是
台南，你讲台南，你举一个。哦，真济人，看到你就冻酸了。因为伊的地界主，伊讲一句话，我印象就深。因当台南市的人讲，讲民进党按1996年选总统以来，民进党的候选人不管有对还是无对，无对意思就是讲是做你将军当，他没有当选，无对。但是所有的总统，伫台南市拢是上高票当选。无啦，伊无当选的，上拢提上高票。对，伊讲不管倒个候选人有对无对民进党，所以台南是民进党的圣地，所以伊伫遐做第一场的造势大会。伊的造势大会就是在他提名以后的那一个星期六，在台南的一间贵田大饭店。主办单位来加出名，成立台南市信赖台湾自由会，后壁有10几个后援会。人讲啊，自由会跟后援会差在哪里？伊讲拢无要紧，你昨天伊希望我用自由会，但是自由会比较有要一直延续的意思，好像蔡英文删掉伊自由会，蔡英文自由会。有延续我继续，但是后援会有延续我，我这样就改善，好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味道了哈、哦。好，下面来去参加，哎，就是在下啊，所以就是徐坤啊，大家拢买，哦，尤其这个兄弟叫做郑徐坤，哦，阿明宝，哦，阿哥，民进党。诶，执委，哦，叫做小将，好、哦，小将做一起，因爸爸嘛是，迄落华清的副总统上当选，好来，一波在哪里？好来，迄阵场面相当大，第一场，这个上届重要角色，做自由会的人。就是社会地位爱管，不一定是政治人物，但是要有钱，形象要好，所以不能有缺点。所以自由会，赖清德自由会的会长形象都相当的好。这个你名十倍蛮听过，但是伊就跳出来，伊就企业界的一个领袖黄总，我是不能买，但是。一跳出来，啊！即番下骹只，我收好文章。下阿只听就是各行各业的代表，啊、介绍伊呐。像第三，迄、那个就是医界的总代表。伊讲台南七师，就是收在迄个书店的六师啦。医师、会计师、护建师、上面师，拢伊个这个，这个六个师哦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我无得啦 ，next， 好来，但是另外一个医生，伊讲伊要另外做，但是另外做无要紧，百花齐放，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。大家来看嘛，你要成立后援会，就是两项代志，出钱跟出力。出钱，看你能够帮他拿到多少票。和赖清德去年总共就讲，你百花齐放，所以另外一场做大场的哦，你要去参加一个就是有的医生讲，你要来做，那个关键，所以光台南。一届就两个后援会，啊、哦，没有冲突，没有关系，大家尽量组，惊你讲大家没有努力来做。好，我这口袋里边了。
好听啦。所以台湾是4月15日开始海外的，海外搁加只，海外冻袂调。3月18日人生日嘛，生日唔若搁收入即个海外，本来海外是我哩名，我哩藏的木桶的名咧，木桶收入海外，效益好因好个咧。伊3月18日人好高名，海外的人挂落去啊。台湾文章只会用大洛杉矶，相当可怜。海外本来是伊爱用的，安奈安奈，甲你别来，我去。我头下讲过啊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。我请你去纽约，爱比洛杉矶，赚较侪钱，搁叫较侪人，组搁较大团，会做咱两等的，安尼好。好来，安尼，来希望纽约的阿华瑞。有看到这个，大家兄弟爬山各自努力。来 ，next， 这就是纽约，古早中国来的，给我的指示就是讲，大家爱的，一名爱肯信赖台湾这四年，这个信赖台湾意思就讲 ，we trust 台湾，台湾 in trust。是安尼，啊，因为因收过早成立，所以名家己好了，无照台湾总部意思，但是到尾啊，总部讲我紧，就是小商贩出钱出来，名好了就好啊。所以伊的名叫做海外信赖保险会，安尼嘛是较济啦，可以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迄就是差不多，落迄个纽约台企的大佬，包括。迄个彭教授率领时阵，迄阵就出来徛出来，迄、那个纽约迄个什么商会上，哦，蔡英台，不加钱，这种都80几啊，还是拢徛出来，高潮，所以拢徛出来，表示讲台湾人这边真正无名未使，来 next， 好来，搁有一头有哪倒袂调的。台湾4月15日才正式提名，叫我这边去死啦，因为挡袂牢。3月2日就人成立啦，因的名嘛照伊家己号的啦，也无信赖台湾，也无自由会，家己创一个华府信赖后援会啦。我紧，这个成果比较重要，名字大家了解就好。好 ，next， 好来，这对因的。当然，因的人较少啦，安尼人较济啦吼。但是因的一日前干部有咱伫遮，啊，你若要看因成立的迄个 video， 下骹拢有，就 video 我就拢免阁放。好 ，next， 来，过来，有日本的，你拢知日本成立吧？日本已经成立了，日本嘛有一个挡袂牢的，嘛是还袂提名，4月7日就成立吧，就是台版。啊，过来一个更较大是关东，你知道关东是倒位无？哦，东京，来 ，next， 哦，这是台办，4月7日台办成立啊，4月13日关东，加周荣泰，你知大家周荣泰嘛吼？前民进党的党主席亲自来，有哪几个人去？这个下骹拢有 video 进来，你大家去看，我今日唔免阁办。好 ，next。来，即卖即个搁较大，关东即是伫东京办的。你若唔捌住过迄个东京亚细园，你若唔够钱，遐多钱？遐是我捌住的内底，上盖全日本上盖品质上好的旅馆，扎一个便所，用金落去搭，迄个便所。一票一亿，赚一亿起一个数，所以你若有钱，你若无钱就无大啊。有钱去啊，大就是咱我当，一面就是去年10月，因拄好 open， 这个饭店拄好 open， 无人去，所以你有只摕到一个足俗的，迄个无带要 six 的戒指，所以就拿一米大，所以我只有机会去带到一间七十岁，真正一米大，我捌大过日本上水的，伫东京。这间就是说话后外会上侪人的，一场200几个人，
迄伫网站、YouTube 拢有美容，大家去看。来，所以在场的女性，大家爱相拍拼。因的会长是一个富人男，一个查某人，一个跟我熟识的，佫是一个医生，佫是我的学妹，这个叫做肖丽丽，伊即马做日本上大的奥运会会长。所以女性都要站出来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来 ，next， 来，过来就北加州，安尼兄弟，人伊嘛无讲三五岁，嘛无讲三万四十五，人讲北加州，伊嘛比较大，安尼六十几年，伊个数量较大，安尼侪，我紧，安人济，管较侪钱，安表现都看我紧。来 ，next， 好，这因四位就是。十年前哪成立尔，所以嘛是所有北加州的大佬、台企的全部拢站出来。哦，这个整个气氛是相当的好。啊，因无像俺有这个三太子的耳啊，啊无这个耳啊拢无，所以因只有做这個，所以俺的特色，俺的耳啊比人较济，人较济。等下我爱话较大声，安尼无，好来。我就是安尼尔，甲即摆成立，俺就算伫第一个后壁，哦，俺我想俺是对，应该相当成功。啊，各大后援会，伫 YouTube 拢有，我想应该有人会扩张点我，哦，来，我即摆要另外报告的，我的时间也特别到，我真简单上到尾啊，哦，这就是足定的慢慢。今年有要做总选团无？有，一定爱做，吼、哦！这个1996年，那即马都唔捌缺席过，有当时啊较侪车，有当时啊较少车。那较少车，就1996年托你去的时阵，较一只车呢，吼、哦！迄阵一只游览车。上济事是2004年，阿扁要选连任的，大家袂记得，拢总几只车有参加，甲你考试一下，几只游览车？六只游览车，今年卖贪心，爱三只起跳，安尼好。三只起跳，上好拼六只，但是上少三只。好、哦，大家会使开始报名哦，可以再报名啊。哎，明年当选选举，1月13，所以安尼流程能扩大小点。星期五报到，因为有几人在台北，所以星期五就是迄日先来报到。但是正式活动星期六开始，1月6号开始台湾走透透。啊，1月5号你若要住，买当住旅馆，啊，你出去台北，你会当住你到外境。所以正式的活动就是1月6号星期六开始，含各大休息。学长来海外授勤大会，阿宽都有需要，有需要我们的地方，我们就去做口音挪用，就是给他们使用就对了。他要需要我们做什么，要卖票，要站台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他需要我们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阿亮哥，阿宽的阿你各整一礼拜，增加1月12。上你领导给你刚到位，哦啊，所以那个有没有那个缝？那个缝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那个我的时间也到了，就是有问题，那个报名表你可以扫 QR code， 你也可以已经都印出来了，报名表印出来啊、哦，就是全部的费用35000块，包括吃住小费，拢总6斤，2年7斤，好、哦，好，你如果有参加助选团的，两家庆祝。我阿弟两个参加过的，所以阿哥53%没有参加过，
你没有参加过，你这一辈子等于白来了。因为上盖精彩，人生上盖精彩的这种镜头，你都无参与过，足无彩，足今年在座拢来，你拢退休啊嘛，想想你的钱用未了嘛，要参加一遍啊，真的会给你的人生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。啊，你跟大家在一起，你会觉得你这些参加这些是你人生中间最值得留恋记忆的一段。好，有得台币啊，台币啊，PK 我的台词啊，台币不贵，但是你也知你参加后援会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因为大家年龄有点大，你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也在不。也不需要太累，但是你为了打工，阿里都五星，大家都来住那个五星的饭店，不需要，干净好处，阿里你，你照是十点以前要结束，回到你住的地方都是快要十一点，就赶快干净的地方睡觉休息，这样就好了啊。所以但是我们只能安排，那有机会，和你吃台湾的风味餐，哪阿个？拜票少的时间以外，我们就找一些景点来看一下台湾美好的一面。我这次回台湾能够重新再认识台湾，台湾今天看到做美呢，那不如等于来开始来看一下他们古早印象无少上的台湾，安尼好。啊，我想我时间上有没有想这样？即嘛我慢速到 MC， 谢谢。我们大陆分行信赖台湾自由会另外一位共同召集人陈文石先生，也是我们台湾会馆前董事长，来为我做几句话。
来是陈正义吼，恁爱有一位律师啦吼，跟黄干部来嘛吼，我等于台湾吼，所以恁就请伊做恁的法律顾问，安尼，这中间有真侪关于迄个台湾甲美国这个事，所以可能爱有人专业的人到台湾来吼，啊，过来戴志信吼，有听到无？戴志信，戴志信吼，我戴志信听到吼。我拜下恁宜兰家政吼，伊会定定伫恁遮吼，甲恁帮忙啊，安尼吼，以上是阮即个工作团队，啊，当然有其他足济爱会帮忙吼，把恁介绍出去吼。恁即马来看讲，恁较早恁台湾伫遮差不多大概伫遮拼五十几年的经验吼，啊，四五十年以上绝对吼。啊，当初你目标当然是台湾迄个，迄个无民主、无自由、戒严时代，迄个时阵来讲要求求台湾民主自由，啊，要甲国民党变拢做完咧，这恁的第一目标了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伊即马恁迄阵是真欢喜，结果即马目前是国民党即马国家共产党合作会。所以恁的心，咱当时讲恁吃了不起，也嘛真苦战安尼吼。啊，即摆就是这个时阵是最后大家爱正食饼干的时阵啦吼。咱拄啊经常讲，就讲恁即摆恁过去吼，是安怎恁洛杉矶就搬到海外吼？就讲恁过去实际上讲，因为恁较早有一挂民主的斗士吼，差不多。就讲古早迄个李教授啦吼，啊余荣，啊加即个洪信介，啊加即个赵忠勇，较早的活动出入活动中心拢伫洛杉矶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关系，啊所以咧才变做全台湾的会使讲龙头啦，因为阮阿贵伫遮做老师吼。啊，恁遐讲人也真济啊！啊，古早其实讲，毋是讲单单普通话按公开话，比如小伟普通话做迄个副镇长啦吼，伊是即个还有交易所迄个诶负责人吼。印象较早，迄个恁伫创迄个阿扁诶时，彼时嘛有。海外诶，迄个阿扁自由会，但是国家啥呢？迄阵有国家诶，郭秀荣来美国诶时，伊嘛用海外，所以咱海外是民主高度。即个，但即边啥无用海外，是因为去年即个五月吼，恁高龄诶资深，迄阵伊八十岁。来遮敢跑题秘密，总统，我先定伊竞选总统，叫伊来做伊，啊伊结合咱这个讲的意思，讲唔忙海外吼，是，较多人，因为古早恁只不过恁古早各地的事，安怎拢，到尾恁拢是撮团，差不多拢李荣松咧撮，各地到尾啊拢李荣松咧，拢咱看到拢是在海外，啊拢是李荣松咧撮。一个那真大有那真是哦，所以我爱办游戏个问题。这是咧啥人？结果呢？这边伊是讲啊，六千点，伊迄阵恁古早迄个海外是嘛？恁海外扩大了，所以用海外。但是呢，这边伊哩，伊讲不忙恁海外，尤其百分之百米少，包括加拿大嘛吼。各地迄种遍地开花，啊，所以真正用足侪名，啊，变做邓丽华，但人看了老来滚滚，啊，就是我即马受这个命令哦，啊，受倒转来，实际上讲哦，到尾恁带动嘛是拢林隆松，所以拢变做林隆松啦，到尾恁伫台湾人的眼光来看，这拢是开花。所以都不差，
所以反正恁这人老板，哦，我拼拼都拼了，无趁钱，趁钱拢是方便的吼。所以恁无哩计较吼 ，OK。啊，所以刚刚耶稣讲的讲吼，人呐，百，迄个百的时，牛啊呐，那迄马啊呐，百的时，头都定袂得冷冷安尼吼。所以恁做耶稣的精神安尼吼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恁啊，恁今日来开大会的目的吼，是。因为恁知影有伊，恁师三师吼，啊，大家拢招招，啊，送到土土吼，啊，当然是因为国民党去甲共产党结作伙，啊，这因素甲主要影响国民足侪因素。但恁即卖咧，当然过去，真正民主运动，用两个台来关的时阵，恁都搞住啊，当然足勇敢的，即边是拼上尾位，即边也输吼。我想是做先生，你讲像迄个柯台铭最近讲的来听会错啊，是袂错。伊讲我若来算的时候，飞机就搁飞来安尼啊。哦，我哩烦恼讲，即马台中港啊、基隆港啊、台北市啊吼，这所有港口哦，拢国民党在执政。哎，共产党你知影伊若用迄个商船？用配备吼，配备船吼，啊，配船吼，再飞起，再浮起来吼，来个广告出来，主人就拢变作讲中国统一去啊，啊，所以中国统一去，国际嘛，讲个恁和平解决问题嘞，对，啊，所以干啥说，所以恁这边能够变出来就是，这大家用吃力量来拼嘞，出钱出力。想要紧爱烧，大家楼顶楼下亲戚朋友侪人做起来就十个变一百，变一千个。拄仔你讲，恁会上两千公司里，若无海外两万几个等于袂调。恁海外是足重要关键的因素，因为真正讲，咱台湾产品有钱通买，啊，恁海外一个人起码十万块爱开，啊，恁才讲的。挂了我们都互相感心，安尼感动，吼、哦！希望大家拜托拜托，多谢。对，那起码吼，这中间呢也真要跟对面那城市这中间。好，好啦，好，你继续。今日好，今日咱真正有真济。美国各地来个现场，你可能无熟悉，但是这拢是真有。按咱上呢，讲英文好。按加拿大来，嘛是因啊，加拿大文化中心嘛，文化中心的台家文化协会，伊嘛是算创办人之一。廖纯如，今天来拜你来，加拿大中心来啊。华盛顿 DC 台湾同盟会会长陈桂林安女士来，好，欢迎会长。阿哥，当伊个这溜，阿扁啊，只有迄阵就开始啊。纽约李建山，好，这个这总统，今嘛阿哥伊个，过来，安山第二好。安这兄弟会的代表，等下有哪起来讲话，看因等下因遐，伊嘛就做了证，安怎？因的朱丽叶来听下，来说哈喽去啦，谢谢。好，安这在座拢是安，下贵宾都来介绍啊，先介绍一个啊，这个无回来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接下来想请我们下一位大稻盛基金来自由会共同召集人，我们也是前董事长李牧通先生来上来为我们介绍。
今仔坐会啊吼，啊，伊上台一般就不用坐。八九点，一九五九年出世，伫个即卖个新北市万里巷，伊出世伫个矿工个矿工个家庭，我爸爸是做矿工，啊，伊两岁时阵，伊两岁时阵，因老爸过身。矿灾，那个矿内底发生代志，所以过身了。所以因为了就无老爸啦。靠因阿母一个人，啊，带六个囡仔，真艰苦的家庭。发生着啊，伊又伫个万里国小、万里国中、建国中学、台湾大学。啊！啊！成功大学，成功大学好医学系。啊！2003年，伊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。啊！像着伊感觉讲，做医生以后无够，来做一个较大个国家，所以。来弃商从政，弃商，弃医了。做政治的，做政治的工作就对了。啊，以前也做过国台代表、立法委员、台南市长、行政院院长、副总统、苏立官子。身手好，伊予人印象是善良、正直、有品的透明黑金势力。抓紧点，伊足坚持，伊袂当甲二十亿。咱来看几样啊，偌钱？真出名，无人做会到，爱做。伊讲伊顺利，九合一前节，把清点，争，争取那个伊顺利要争取到台南市长的连任。拍一个真趣味的选择，就是讲五步，无要陷入这个竞选总部，无要创看板，无要插旗子，无要用消防车，那个四字不中立，四字不中断，所以五步，这空前绝后了。以前无，啊，以后我慢慢看过有这种的选举啊，啊，这间选的呀，结果伊大呀，伊就了72%，选民，这就是偌钱最高的所在，顺政府就是。后来，偌钱的，也一九，唔错的，2015年。被连任了后，啊，伊迄阵伊来就去议会报告，但是就拒绝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伊全教当选着台南市的议长，啊，伊全教是会是反对，所以伊就伊拒绝入去议会内底，拢做几工呢？230天，伊就伊就去议会，无人会这种出现，因为压力足大，啊，佫警察安尼
要甲伊审查，所以一工232天，但先去这个地方，会。所以这也是一种的记录。2019年台南市的立委补选，迄阵民进党选甲足歹，所以补选的这个，迄阵民进党的声势足歹，所以伫咧补选的时阵，民进党的提名郭伯文足厉害。啊，这个大清的，带伊逐天5点就起来，6点就出门去徛在地下街头，啊，台南的乡亲拍招呼，拢总继续20几天，透早5点起来，啊，6点就起来，这种精神，空前绝后，吼，以前无。结果，我国国国当选首胜。最近，我前天讲一句话，讲，我老爸给我上大的资产，就是贫穷。我这句话就大概了解我。啊，那贫穷的变作一次就是慈善。伊讲贫穷的囡仔会加倍努力，加倍拍拼，爱拍。所以伊会当将贫穷看作一个慈善，所以这就是偌正经，赢人的所在。偌钱的，大家知影即卖偌钱的？你做啥物事？偌钱的？即卖你？偌钱的？即卖你准备？你知影伊嘛？伊要做总统，所以即卖你准备讲要安怎样做总统？你安怎准备？你不管是。所以，伊就是这么认真，这么拍拼。所以，我清楚，伊就是拢准备家己，换年，伊就是爱做总统。啊呐，可以做做总统对无？因为伊已经准备足久。啊，咱的责任是啥物？咱的责任就是爱给赖清德、赖清德当选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而且咱大家鼓励大家继续努力，啊，来支持赖清德，欢迎赖清德欢迎，咱做台湾的总统，哎，好不好？谢谢林行动长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放一下这个短片哦，然后接下来还有我们来自赖总统的一点小小的 message。
什么上市？民进党赖清德，台湾上市。听闻世界，看到未来，总统请支持赖清德。民主成功的故事，是讲这社会会当挖苦的朋友，
嘛是全世界不可不惜的良善力量。再次感谢各位，甲我斗阵信赖台湾的好朋友。虽然地理上相隔千山万水，但经由共同的努力，咱斗阵集结了积极正确的力量。接下来，咱继续全力以赴，为台湾拼经济、顾民生、强国防、保和平，予台湾迈向更加民主、更加和平、更加繁荣的新未来。我伫遮诚心祝福这一届的筹备会议圆满成功，大家事业成功，家庭美满幸福，多谢大家。